那对啊，对啊，好，然后然后面是外面吃的面，你喝我呢，啊，所以说这个，只要你学习好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要归纳出来，就特别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啊，从现在开始，你们应该每个人都总结一个笔记本啊，用一个下载一个 Evernote 知道吧？印象笔记，啊，印象笔记。就是这个玩意儿，印象关了吗？啊，还有那个，就这样 Evernote 要么你就用这个，可以，不是，不管是什么笔记啊，你反正我觉得是 Evernote 是最好用的啊，因为它可以复制所有的网页，复制上过去，而且把网页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捕捉下来，哎，我觉得它是最好用的。那么好了，你们把这些东西都要做成笔记，哎，我要分模块，一项知识点分模块，哪一块知识点我讲了什么东西，我能把总结出来，我该怎么样去提炼，该怎么说，你们现在就应该就应付面试官啊，做项目的时候我们就要真的学自己的真本事。那么但是吹也得会吹啊，这个行业就确实是这样的，就你不能吹跟你不会是一回事儿，啊，所以说每天咱们这个每天要做这个上来演讲，这是也必须做的，对啊，对啊，每天下午的时候，哎，你们都得做一下，就是每天每个人上来就演讲，不要你们这个说太多东西，就分享一个字典，你能够让用这个字典把大家给说明白就 OK 了，不要太多，3分钟就 OK， 或者说你觉得你想要给自己机会，啊，那你可以说个30分钟也无所谓啊，30分钟，对啊。啊，不要上来，不是在这个讲台上，不是让你觉得上来绝对是丢脸的，你应该是吧，当成是把他一次锻炼的机会啊，你在这儿的同学们咱们都认识啊，你进了公司以后啪啪说的人家说的问题你就答不上来，那才叫丢脸，他打脸。现在都是学习阶段，文道有先后，业术有专攻，对不对啊，术业有专攻，对不对，那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抱着一个心态啊，所以心态得摆正啊。再一个，再这个退一万步说啊，记住你们 Unity 学不会，我以后出去这个相亲，我总得有点绝招吧？来相亲别白来了，对不对？啊，要有点绝招是吧？啊 ，OK， 啊对你这个只要你会表达。你以后相亲也不是什么问题了，解决单身问题啊也不是什么难事啊，啊，表达 OK。 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合成复用原则，什么叫合成复用原则了？好，经常我们会这样啊，经常会这样，哎，我就给大家这个写段代码吧，1705的，我们来写5.5.2的，我们溜一个吧。1709，好，放这儿。啊，这个。啊 ，VR1709 project。嗯，这个老师呢是这个说实话，但是你们要觉得是吹也无所谓啊，不是，怎么可能？下一个长得都是白开呀，手都肿了，啊，改变命运啊，那种，哎，说的非常好，非常好。好，那么我们就来先写段代码，我们叫 test desire。为什么不 demo？ 好，就先写这么一段，啊，随便命个名。又要放哪门了？嗯，这个啊，这个自己这个版本问题啊，大家这个不要天天就是当小白鼠，就是其实公司里面用的就是一个稳定版本，很多公司还在用这个4.6的，啊。很多公司还会问5.5，一般都用5.5的，
啊，现在可能公司，因为只有那种新手啊，出来一个版本换一个版本，出来一个版本换一个，没必要，因为很多功能可能功能是新版本用不到的，而且新版本不成熟啊，经常在给 Unity 做测试，啊，所以这个道理大，因为而且很多版本都不稳定啊，对吧？像 5.6 的版本。其实就不太稳定，我经常会报错，是吧？我这5.6比5.5高啊！啊，经常会报错。这个飞行，你成功的把上一个僵尸的政策又给推翻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经常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问题啊，比如 public class， 哎，我们叫 designer person。好。这个 person 啊，我们经常的在这上面会出来一堆这个比如说啊，我们在公司里面有这几个角色吧，比如说哎，这个人是一个项目组长，我们说组长吧，组成，他有这么几个称谓。第二个，哎，我们这还有程序员啊，程序员。第三个还有实习生，好，我们就三个等级吧。啊，他怎么自己蹦呢？好，不是，好，那么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比如说组成，哎，我们就给他叫 leader 吧 ，public class， 我们叫 leader。啊，经常会这样写，哎，我们这个 leader 就。啊，有人啊，人的特性，人的代码你就必须得工作，对吧？啊 ，work。好，这个组长呢会干些这个组成啊，我们就说这个组成会干些什么事呢？一般在公司里面啊，组成啊，第一个就是写框架，搭框架，就是经常会做的。第二件事儿啊，它一般的叫攻克难题啊，对啊。第三个叫分配任务啊，组成嘛，什么叫组成啊？组成是不是就是程序员里面的 leader 啊？一般会干这些这么事啊，就是组织的啊一帮人去做一个游戏。那程序员啊，一般的就是写逻辑。第二个这大 UI 对吧？啊，大 UI， 所以说就会干些这么事，写逻辑，大 UI， 啊。那么实习生呢？改 bug， 写 bug 改 bug， 对啊，啊，第二个改 bug。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程序员这个啊，对啊，对，经常会分这么三类人啊，分三类人。好了啊，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实现一下，对吧？对的，这个，哎，对的，我们就实现 leader， 哎，我们就写几个 public void， 我们叫 write frame， 啊，写框架，对不对？还会干些这么些事儿。好 ，public。void 的啊，我们叫这个攻克难题，叫什么解决 solve 解决这个难题，这个 trouble 是吧？trouble。OK 是吧？好，然后，哎呀，就先写两个，没事。好，程序员，哎，我们怕 class 叫 coding 是吧 ？coding。program， coding engineer 吧，工程师嘛，对吧？啊，他一样的 design person。好，他要写 public void write logical， 啊，他会干这个事儿，啊，再干一件事儿。public void 叫这个大 UI， 我们叫拼 UI 对吧？怎么拼呢？拼 UI 啊，就这么写。这个英文真好。OK， 啊，这样大家看懂就行。
啊、嗯，好，那么再写实习生 public class 实习生，实习生怎么说 ？student 是吧 ？student 实习生啊，实习生，哎，他也是一样的，看到 public void solve bug， 啊、嗯、，write bug， 写 bug， 对。真难受，我听着啊。好 ，public void write bug 啊，自己写的自己改，对啊，自己写的自己改。OK， 你看是不是这样？其实这个过程啊，我们一看出来，我们就是怎么样，哎，对这个东西啊，你看怎么样把我们要用到的东西怎么样变成代码？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这样，就是怎么分析过程。然后你们上来以后也是这样的，遇到这个问题了，哎，这个类有哪些功能？我们要把它分析出来，啊，你拿到这个任务以后，哎，我这个任务要有干哪些事儿？好了 ，OK， 我要写怎么这里边角色，这角色能干些什么事儿？好，我这样就抽象出来了。先写画图也好，或者说你写这逻辑也好，你在你的 Word 文档就先这么干，啊，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去借鉴一下，啊，写下来后好了，然后我在这儿把这些文字变成代码。这就是抽象问题的一个过程啊。首先我们从这个过程中我们理解到这儿来。啊，好，理解到这一步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啊，还发现我们抽象怎么样抽象问题。比如说，哎，这所有的人是不是都会做 work 这么一件事啊？嗯。是吧，做 work 是吧，那我们这边父类都是干些什么事啊？是不是解决共同问题的呀？父类是吧，所以你们要这样的思想，慢慢的有这样思想。父类干些什么事啊？啊，父类啊，就是解决这个共同子类共同的问题。啊，子类是特，是不是子类是解决是特有的，对吧？嗯。啊。特有的。特有问题，那这样是不是代码就越写越少啊？所以说啊，所以说你们在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样去抽象 啊这个过程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本质上啊，回到本质上，我们说了，现在有三个角色 ，leader， 哎，这个 coding engineer 就是我们的程序员，第三个还有 student， 三个人。好，现在假如现在人员变动了 ，OK， 组成走了，啊。组成走了，好，这个公司里面这个组成不存在了，给咔掉了。好，那么现在就俩人，那谁能扛起这个大梁啊？是不是只有程序员啊？对呀。好，所以说，哎，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动了以后，其实像策划一样变动了，那很多人就想了，那这个程序员又能够写框架，又能大 UI， 那是不是我就要再抽象一个东西出来？哎 ，public class， 哎，我们说是 coding， engineer， 我们叫 leader and engineer。哎，他一样继承哎我们这个人。好，他要干什么事呢？他能把这个人的活给拉下来，啊，写逻辑，拼 UI。好。还要把组成的 leader 组成里面是吧，写框架攻克难题，哎，把这个人，那么这个类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了？嗯。但是你这样写有没有发现这代码是不是重复的呀？对，那么继承上面两个类，继承两个类能同时继承两个类吗？不能啊，不能，给它改成那个接口、啊、给我小飞的面子啊。接口改成接口可以吗？那你这个实现，它也得实现，对，你得实现，对不对？对啊。那你想想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啊？给够对吧？那再比如说，实习生此时也离职了，那这个程序员是不是要干三种事儿？那我是不是又要抽象一个类出来？所以你要把三个人都干，那或者说，哎，我程序员走了。那剩下实习生要干什么？组成要干程序员，还要干实习生的自己的活。那你这样写的类是越写类爆炸了呀，越写越多了呀。所以说这就是程序你写的代码，就逻辑上架构上有出了问题啊。
那么这种是不是 is er 的问题？ is er 什么叫 is er？ 这个角色是不是对应的一个类，对不对？你要干解决这个问题，就解决公司这个成人员的问题，那你就要对应的这种东西变成 is er 关系，就是说，哎，你这个 leader 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必须，哎，既是程序员又是主程，啊，你这个实习生，哎，就只能干这个实际的解决 bug， 这个写 bug 的问题，啊，那么这样就是一是不是一一对应起来了 ？OK， 那我能不能换一种思想，想想变成 has er 关系？对，怎么样变成什么样呢？好了，现在我怎么样呢？比如说，哎，我这儿又重新写了一个人啊，哎，我再写一个人，我就分泌了一个角色出来 ，public class 叫 role， 好，我们叫人。好，我现在我这个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第一步能够干组成的活 ，public， 哎 ，public， 我们叫这个 leader。我能够是不是能写比如说 leaders。好，我如果我是一个程序员，哎，我这个人要又能干程序员的活 ,coding engineer, timber coding, coder, 对不对？现在变成了什么呢？这个人这个角色包含了这两个关系，或者说甚至说，哎，我这个人还能解决是一个 student 的，那是不是两两之间就想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啊？那比如说我现在，哎，我就要让这个角色干什么事呢？比如放哇，这个地方我们要写大框架啊 ，write frame， 提供对外提供接口 ，frame。好了，那你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你有这个功能，那是不是调用谁的功能？实际上 leader 的，对不对？啊 ，temper leader 的 write frame。好，如果你这个类还能写拼 UI， 哎，我就对外再提供这个 UI。public void 的 PUI 啊，那我是不是变成了什么呀？变成 temper coder 点 PUI， 是不是这样就 OK 了？啊，你看啊，我重新这个抽象了一个类出来了，这个类是拥有了这角色里面的功能，那实际上调用的是不是这种关？那我是不是不用这么写了？Leader and engineer， 那我这样代码是不是重用起来了？而且你这个角色，而且你想，比如说我再回来的话，用，对呀、啊，而且这几个类，你看这几个类，是不是我这几个类写了我没动啊？对，我只是调用了这几门类里面的功能而已。我两两进行组合，这就是 has er 关系啊，就说，所以说有时候你会变通的将关系。is er 一对应起来的关系，给换一种思维，哎，变成一个类不类，哎，解决这个问题就 OK 了，没必要是一用一个对象解决一个问题，啊，而且这样非常灵活，所以说这种就叫合成复用原则，对，合成复用原则，对，合成复用原则啊，就说能用现有的类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自己再创这些类。啊，现有类啊，就是这个合成复用原则就是这样，能用现有的类，就不要自己再重新创建类。啊，这是啊。这我们说的 is er 害子的关系啊，理解清楚了啊，理解清楚了啊，如果不懂的下去了，好好的把这些东西给理解一下。好，然后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叫迪米特法则，迪米特法则又叫最小支持原则，这个啊，迪米特法则又叫最小最少支持原则，